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中原工商部柴湾分行 Jack Lam。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位于柴湾梨仲街34号保元中心，面积由7500尺至10543尺，前身为一栋工业大厦，现在已经活化成为一栋写字楼。单位四正实用，而且三面单边，光线充足，适合各行各业。洗手间亦都全新翻新，设有一个男厕、女厕及残厕，而且邻近港铁，距离地铁站只有5分钟路程。如有任何查询，请联络本人，多谢。